for that less. Oh, 20th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奇，欢迎回到丁奇玩游戏王时间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来开算开箱吗？就是这些了。哇，这些历史非常久远的卡包。那丁奇是怎么获得的呢？是就是有观众啦，就是收藏了很久，然后他们没有开，然后就送给了丁奇，然后让丁奇来拍这一个视频。这边看的话是盒子，真的是哇，超久远咯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的 Enemy of Justin， 哇，超久的卡盒，那盒子都是灰尘。哎，这边我们，哦，里面还有一些卡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不看了 ，OK。然后这边有英文的卡包 ，TCG 的，然后有其他卡片、卡牌游戏的，也是有。好，那这些我们就不看。哇，这边真的好多，哦，有这么多哎，蛮厚的，它的卡都是那种厚厚的。好，那我们把它们全部拿出来好了。OK， 好，哇，真的好多，哦，盒子，超旧的。这个是叫做 Expert Edition Volume 3。OK， 哇，真的好多。然后这个是 Enemy of Justin。好，哇，超肮脏的。好的。就是这些啦，那我们今天呢会来开箱这个，就是看看我们会得到什么好卡，就是看看里面有什么卡啦，最重要最主要的是，啊，这边超多耶。所以这边我们如果大致上来分类的话，其实是有，我们算是有四种吧，四种可以开。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们先从比较少的来开始好了。这个是 Expert Edition Volume 2， 它总共呢这边是有159个种类吧，那一包是有12张卡，总共224种。这边有写了是上级者使用的，这里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吧。上面还有写价格哦，以前都有写，现在好像没有写价格了。就这是300烟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吧，看看有什么卡。OK， 好，哇 ，Zombie 二星九，没有攻击的 ，Zombie 的特性都是没有防卫的。好，这第一张卡都粘住了。好，第二张我们的火焰属性。好，哇，这是什么鬼？铁铜甲什么虫之类的，哼，好可爱哦，这只。OK， 再来，吸取天鹅 something。再来，不知道是什么卡，沙尘的结界，第二的关，哼，他这边写第一关，所以我分一跟二。好，人海战术，哦 ，ND spell falcon， 这样不错，这样蛮难找的。OK， 我们的 rare 卡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往下开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开什么呢？我们来开 TCG 的吧。TCG 的包装是
跟 OCG 的就差很远。好 ，ECG 我们决定不开好了，收起来，因为我们是不玩。丁奇个人是没有玩日文的，所以这些我们就当做收藏好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我们的 Expert Edition Volume 3好了，它总共一样也是有240种。好，我们来开开看。哇，慢慢开的。OK， 一开始是我们的人造木人18号五星 ，defense 2500，好高。我们的 Happy Lady， 我们的暴风小生，哦，这边有两张卡。咦，我们的猫咪，这只不错，这只不错。暴风小生，风属性寄生召唤 ，OK， 它可以当做两体。哦，我们的混合物。这应该可以当作融合的任何的素材代替。这部是什么？一只嘴巴红红的，感觉像有点小暴力的 panda。效果是表示存在线，场上兽族破坏度攻击力加500。兽族的哦，我们的 Happy Lady， 我们的这大波小波。波波波，咦，我们的滴滴炸弹炸不错，哦，有我们的一张，黑焰龙 level 8，这当时有分 level 的，好像是会从 level 是2还是5之类的，慢慢往上升，好，我们再来继续开。可能会开很久哦，因为很多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吧。好，现在来我们第一张，一张龙族的，自己场上表示别的存在线，首相不可以发动陷阱。对，这个是阻止对手发动陷阱的，蛮不错咯。华丽的潜入工作人员，呵呵，召唤成功时陷阱发动是不知道，好像也是不让对手发动陷阱。哇，这张魔法使用族，可能没有让大家看清楚，我们再看多一次，不好意思哦，忙着读。好，这一张场上特定属性池存在的场合，以下的效果。有水属性的时候，还有跟风属性的时候，战斗首相破坏场合，什么不知道，没关系。共鸣虫不知道什么效果，没关系。看一看战斗破坏坟地，送时攻击千五以下昆虫族一体长上特殊召唤，哎，这可以拿来打昆虫了，不错。然后下一只是一只我们的木马地属性，然后可以当做两体，当做寄生召唤。一只恐龙鱼，水属性一体哦，这都是来一体当两体的、哦。暗香等级一，不知道干什么。这只不知道什么卡，读一下效果，什么各自自己什么一度四星。哦 ，once per turn 可以应该是特招一个四星的。OK， 感觉不错。远星分离陷阱卡。融合效果破坏坟地，送时融合的什么自己墓地上上树状，哇，不错。有读心术，自己两回首相公开手札架，不知道做什么哦。又是我们的滴滴，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大邪神，我们的 Richard Ultra， 哎，错。好，我们再继续开吧。目前好像每一包都有 foil 的感觉。前两包都开到了我们的 foil， 好，我们的 e hero， 最近有 print 他的 normal rare， 有 reprint， 不错。好，我们的龙等级3，这是什么？古犬等级4，哇，2000 defense， 不错。什么武装战者？一只兔子，燕的支配者，
什么？不知道是什么，看看。百兽大行进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是什么大暴落哦。我们的弟弟暗香三，刚刚有一个暗香二，啊，他的卡好黏哦，因为很旧。我们的暗香二，看一看，好，不找了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真的每一包都，这个每一包是不是都会有，一定有 foil 卡哦？我们的风灵石，它有各种属性的，风、火、水之类都有。好，下一张呵呵火灵石，哎，不错，一只 normal dragon， 哇，又一个 normal 一般怪兽，哇，这盒好，这比较都是一般怪兽。融合什么地，应该是可以代替一体地属性的之类的吧。重离工厂，这叫什么？束缚解除，什么岩头？读心术。哦，我们的什么宝闸？天杀哦！竟然我们竟然拿到这个哎！Machine duplication， 不错不错。自己什么场上存在全部除外，这几两枚哦，抽两卡，不错不错。这张现在的价值蛮高的，比较高，因为那个我们的 Spy Ray 最近开回来了两张，不错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吧。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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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猜不到。哦，这个其实蛮不错的哦，每一包都会有，就是肯定会中三卡。热血什么球员不知道，共鸣虫。哎，我们的地灵石、火狐、武装者，哎，普通怪，一只狗狗，狗狗。好，我们的 Happy Lady， 这不知道是什么卡哎。哦，很这张 Happy Lady 的 feel 卡，蛮强的。来来来，我们的 foil 卡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。不一定有哦，再来再来，看看有没有。哎，哦，原来这样是不一定有。那我们前面开的蛮，算是蛮幸运的，不一定每一包都会有我们的闪卡。好，再来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是什么哎，昆虫族两体破坏，哇，这是五星，有点太难了。一只恐龙，一只龙珠，这不知道是什么。哦，兔子出现了，又出现了一次。哇，这个男生，战斗进行时，战斗变成零。嗯，哎，我们的摸摸鱼，我们的一 hero 鱼出来了，大波小波出现多一次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鬼。风林火山不知道是什么鬼。哇，粘着了，粘着了，哎，粘着了，哦，又是我们的第一炸弹。好，来看看，噔噔噔噔噔，那，哦，我们的一只袋鼠，哇，攻击蛮高的，4200，哎，好强哦。好，再来，哎，嘿，OK， 漆黑的战士，哇，以前蛮强的，感觉上以前蛮算是蛮强的一张卡。喂，两星的一只火车，企鹅，白的忍者 ，flip 的时候场上防守表示一体破坏。嗯，以前蛮强，就是那种叫做转，就是叫做反转召唤，对，反转召唤好久没有听到了。好，再来，机械族的一般怪兽，这张不懂什么用。兽族自己战斗扣，首相500扣，哇！咦，这张契约蛮强的，好像这张契约应该是可以从自己的墓地特招遗失怪兽吧？锵锵，锵锵，好。接下来运气都没那么好了，
再来，最后三包。哎，哦，一来就拿到了，看到我们的这只融合怪。好，没什么特别的，创世者的化身，什么大鸟？知不懂什么大鸟？那个鸟头是，这什么情况啊？鸟头是一只牛吗？手札墓地送石什么家？应该是可以在哦，我们又拿到我们的兔子，这最近应该是打开了 unban 了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好，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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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、欸，什么的咆哮哦 ，super 断头台。OK， 好像我们该是有得到了封面卡，不知道有没有，不知道有没有。哎，没有，刚才那只 level 8的龙并不是封面卡。好，大雁鸟。哎，刚刚的跟刚才那个女孩子，这一只女孩子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哎呀。也懒惰找，如果看不到就算了。好，看不到没关系。该有一只，好像是水属性还是上定的。好，不重要。哎 ，Ancient Year。哦，又是这只 Fusion， 好多卡。一只狼。Happy Lady。三号。哦，我们的水灵石。哦 ，few 卡，封面卡获得凤凰神，拿到了封面卡。这张的话，效果破坏场合，它只要被破坏的话，下一个回合会自动被特召回来。以前的时代蛮强的。OK， 再来恐龙，哇哦，很美哦这只，哇，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一星的，哦 ，Elemental Hero 不错，哇，神龙，一直不懂什么岩石的，哎，暗属性的也出现了，好像有各种属性哦这个。再融合，再融合感觉也不错。OK， 好，好啦，那以上就是我们刚开这个 Volume 3的时候的一个结果啦。感觉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卡，现在以目前为止，目前的这个 Meta 来说的话。欸，好像有点小小的呕到了，对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会在另外一个影片再来继续做剩下来的开箱，那我们 Part 2第二部再见吧。